果是你们集酷萨美妹于一身的完美窥探者，阿里巴巴冰雪潮流官王菲菲。为了迎接北京冬奥，点燃全民冰雪热情，四位淘宝主播通过三关冰雪挑战，集齐九块拼图，为粉丝解锁超低折扣的冰雪大礼包。挑战即将开始，他们能否顺利过关，让我们拭目以待。挑战吧，主播，我们来啦！在本轮挑战任务之前，节目组会给到各位三个关键词，作为解锁本轮神秘任务的线索。真相只有一个。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赶鸭上架。各位需要在10分钟内用节目组指定的道具从雪坡上滑下，并尽可能多的拔取雪道上带有不同金额的旗子，最后累计的金额可兑换完成神秘任务的道具。我要拿这个玩上去。王菲，你现在特别像是赶鸭子上架。加油加油 ！Oh my god！Oh my！ 他真的太好笑了。好了，谁推他下？他可以的。走。哇！哈哈我们这一只青铜和一个小黄鹂。哇！哇！哇！丽儿，你要看？啊！绝了绝了！啊！有一个翻车。啊！绝了绝了！弄完了赶紧上来，还有一轮。这两个石块，快快快，看到圆在哪？怎么都是一块一块？哇哇，好厉害啊！我们节目组为各位准备了不同种类和金额的道具，各位可以根据节目组提供的神秘线索进行购买，但每人限购2件。OK。咱们有193，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考虑钱。对，我们只考虑需不需要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赶鸭子上架肯定跟我刚看到这有一个鸭饲料，肯定跟鸭子没有关系。我就要这个。赶鸭子上架拿什么赶？就这个，赶它。哇，你都挑贵的耶！我觉得以节目组的套路，他们肯定这个1块钱是有玄机的。行。还有呢？那我觉得，哎呀，哎，王菲，啊，我们俩谁更荒谬？怎么啦？一个1块钱，一个2块钱，怎么的？真会过日子，到你这很关键了。决定要拿一些实用的放大镜。放大镜啊，我们找东西肯定要的呀，万一用得动呢，先备一个吧。再选一个，再实用点吧。这个吧，这个吧，这个我叫斧头吗？斧头吧。万一我们真像一个是宝箱呢，把它撬开啊。先选它吧。不好不好。这打火机也太贵了吧？25块钱，还是王菲菲最实在吧？3块，一共加得起。3块。搞定全场！我刚那么拼死拼活拿那棋子是干什么？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这就是那种冰雕。哇！就是像假的一样。在各位身后的冰雕鸭，就是本轮需要完成的终极神秘任务。大家需要砸开冰雕，取出拼图。如果砸到干扰拼图，是要受到惩罚的哦。把这么可爱的它敲开，然后从里面取东西。我觉得吧，就是可以给它吃点鸭子。来，吃点吃点，张嘴。快醒醒！快醒醒！乖。他们可都是很厉害的淘宝主播呢，宝贝，快点给我活过来。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年纪你也知道了，会唱这首歌。哎，其实咱也不一定说非得把它整个砸碎，啊，就把它肚子砸开也可以。对，或者转转，就是我们把拼图拿出来就行。在哪儿啊？那个东西，啊？你要不要试一下？看我们这1元秒杀，这可以，啊，这1元钱真香，我感觉可以抽出来了，哎，是不是？哎，不行。真的不行，我们这个不行的，砸不完。
是这样子的，因为只有山货，而且一般还要附送咱们运费险。如果说你们就是点淘的活动跟淘宝直播的活动不按照咱们淘宝的规矩来进行的话呢，来，咱就把该退的退点，好不好？不要，来，没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来，算了吧，算了算了，来100块钱实际兑换到的是我们的工具人，他会帮你们一起去砸碎这个冰雕。哇！欢迎，欢迎干活吧，加油！来，妹妹们休息，坐那坐着，男的干活。咱就是说这几句话太好使了，咱就是。好。你像个疯子，不要在那打鸭子了。不是，他刚刚一直在扇他巴掌，就啪，呀，哦耶！你们给我敲的好没有生气，应该是。为什么对着我敲？那边可以吧？快了吧？这个。上了。王菲菲真实身高1.47米，看一下是啥，有字有折，怎么困了吗？怎么困了吗？这不是陈杰刚刚打了个好真实的哈欠，你说有字有字，行行，还有一块呢，真的累了，来，这后面有一个，哎呦，哎呦。哇，出来了出来了耶、yeah, 有字有字，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谢谢这关。主播专业大挑战之躲避大雪球，四位主播需要在雪球滚下之前完成各自的挑战任务，接力成功即可获得本轮的三块拼图。3、2、1，比利阿利的布啊！这个球真的很快的。哎，你到底是来捣乱了还是你干什么啊？你王菲，您快占用了1/3的时间了。真的吗？1/3了。加油！快点儿，可以了 ，Let go 了，球已经掉来了。画个口红。哇！菲菲菲，亮晶晶加一点，亮晶晶。可以了，王菲菲，你要怎么样？球下来了，冰住了，冻住了。可以了，马上，眼睛。哦，这个好，这个好，皇冠，皇冠。好了，好，可以，可以了。仙女棒，你的仙女棒，走，快快快 ，Let it go，Let it go。快快快，伸手试试，这个可以。我这个，我不好，不给你扎呀。放几个棍棍。哎，你帮他扎一下。扎呀扎。来套第二件，不要放在手机，快不要放在，快套第二件，快，你还给我在那表演，他必须表演，我看啊，对对，我答应表演，忘了。快点，来再来一件，再来一件，快点，要什么什么，加油加油加油，好，可以，就这样吧，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好，来，我跟你快去，好，走，来。今天播完明天播，你让我，你们说我播不播，点糖让你播，点到谁主播播不播要看粉丝播一播，福利一波又一波，你们说我播不播那是不播也得播，只要到你就开播。我们有希望，一个了，两个了，耶，还有希望，还有希望，还有一定距离，3、2、1，三三二一，滚，哇，没有吗？我觉得恋人脸上的散粉值得安利一下，是的，今天都不需要铺粉了。哇，恭喜恭喜恭喜，主播口才大挑战之舌战大 boss， 四位主播自由讨论分配话题并依次完成演讲，由品牌方代表进行投票，累计获得超过12票即可解锁本轮的3块拼图。那我来接看了，第一条看一下，哦呦，明星带货是不是不务正业的表现？是，不是？妈，这个我不要。嗯，为什么？不需要躲着老板。是，对呀、啊，我就是老板。3、2、1，来最后一题。啊，有好东西啊，居然秒杀，有手机。我是有车，有房，还有一秒杀的车，对对，所以我们是小主播。小主播，我们不是我们一秒杀车，没有这种，还有房，菲菲，一秒杀还有房。天哪，原来这个题目玩的是格局，我们要把格局打开。
开。咱们格局小了。来吧，那三位女生先来认领一下吧，就是你们想要变的题目。我觉得第一个一定是非非莫属。对，你选哪个？我选第一个吧。你选第一个，这样我贴在这里。可以。如果没有上下的让利，直播还会那么想吗？那先选哪个？我觉得有意思点吧，好不好？嗯，好，我就选这个上班买买买，需要躲着老板吗？好不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好的，你难道指望老欧什么？比如说王菲菲，她开会的时候呢，老板在上面发言，她在下面疯狂的打字，你十分钟的时间写了八页文档，大家是不是以为王菲菲在做什么会议记录？不是，是她刚刚准备好了一份双十一的口令红包攻略。你怎么知道我要说的是那个？原来厕所才是看直播间的最佳，所以马儿应该成为升职加薪的催化剂。希望大家哇！明星带货是不是不务正业的表现？我认为不是不务正业，而反而是新的事业。因为我之前是一直有在做我自己的好物分享嘛，就在网上种草好物，然后我用了一个很久很久的睫毛膏，一推荐就从小众变成大众，然后就涨价。哎呦！其实这种留言其实是让我有满满的成就感的。然后呢，我就告诉我自己啊，我觉得我帮大家种草的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其实有很多人啊，他们花了高价钱还买错，所以呢，我要给他们种草对的并且是实惠的产品。那我觉得，而且购物也不是盲目的追求高价，因为我觉得100块钱的包它也可以 hold 住全场，200块钱的高跟鞋也能穿出 Prada 女王的 feel。所以呢，哪怕是平价的百货，它也能让你成为时髦精。跟着王姐走，识货好物全部都有。所以你看，以前是什么影视歌三栖艺人，现在我要做影视歌播四栖艺人。好，带货不是不务正业，而是我的人生新事业。谢谢大家。王姐，自己叫自己王姐。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礼物是男朋友一元秒杀的，相信在座两位啊都已经准备抄起3米长的大刀，就是想砍过去了。是的，我必须要说，你们清醒一点，一元。这网友一宝全体女主播，在我的直播间，我觉得每一个粉丝，我会把他当成一个家人。我有一个湖南的粉丝，她是3个孩子的妈妈，谢谢。哇！就是有5个品牌了，但是原价都有，怎么几折都是问号呢？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这就是说要锁定咱们的直播间，因为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最后的真相。是的，报一下直播间的名字吧。丽娅宝贝直播间，折扣很低。那我先来。你先来。迫不及待。你直播间名字蛮长的，说一下。天猫首席时髦精王菲菲的直播间，就叫王菲菲直播间。对，非常时髦，王菲菲直播间。看，有个非常时髦，就这一点好。非常时髦。飞是那个飞啊，一个雨一个非常的飞。是的。来，锁定我们直播间啊，然后我们会那个在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冰雪大礼包。哇，要关注起来哦。是的，这里也预祝2022冬奥会圆满成功。每次我的直播他们都会守在我的身边啊，对，守在看，拿着手机一直陪着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让我感动的点。